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沉思的圣贤。哦，圣诞老公公啊，不是啊，看不清楚算了，就是圣诞老公公啊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史莱姆王的队伍。哦，基本上整个评估下来，因为最后官网秒杀也要有点运气啊，所以我用了这个就是应该我觉得是必过的关卡。刚试一下放水面应该是不行。那这样对稳定性会比放水面还要高，哦，因为回复力来讲它是 double 的，哦，我就是要慢魔了，我本来也是用慢魔，可是那个队伍来讲，哎呦喂，刚刚用的队伍被人 GG 掉了，就是因为断心了，不是断心了，心珠最后不够用，那如果你要打持久战呢，我把王打到剩三分之一吧。所以如果你是要打持久战的话，应该是水妹的那三回合会不够你用，哦，所以我用了这样的队伍来讲是靠那个精灵女王来回啦，稳定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这骷髅头出现了，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转一下了。哦，这样子就是挤吸力无所谓。啊，挤的时候要记得你的血啊，要挤到连血都忘了。最后集看起来总是特别多，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当然第五关前我是希望这把技能集好，我这个多少血啊？我靠，8000耶，我不知道防御率多少，所以我可能开机比较保险。我认真了，对，我真的是认真了，因为我不想死在这边。嗯，怎么那么软啊 ？Shit， 害我要把装饰开下去，被他可怕的攻击力吓到。这个打5000，这样少了。好，他防御力太高了，先打这一只。防御力高就是集吸力的好物啊。哦，小心血量。哦，因为我们可以转，不是不能转，就不用省到时候连命都省掉了。哇，威力太强，可能全少了。这是我不希望的，因为我两只转心都转掉了。我现在集中火力打其中一只，看一下哪一只血比较少。这只血比较少，先 K 它。妲己开出来了，哦，攻击力其实我们是可以接受啦。好吧，开一下双子好了。我靠！有没有看到新珠啊？那边刚刚有吗？等一下再回去看一下我的重播影片。
就撞下去就对了。浪费我两个技能，然后一个双子星。都蛮多的，所以我就削这一个。好，然后这个撞过来。哦，因为不要让风化出太多啊，对你会不利啊。失败。哦，没关系。我慢慢补都 OK， 风化珠不要让它太多，真的我觉得越来越多，有点头痛了。啊，刚应该往下撞的，可以再少一颗。精灵王可以开没关系，看你的战术运用。哦，这时候就不能断心了。哦，所以这个稳定度是从这边来的。越来越多会有点不妙。傻的怎么都是，这有点夸张。记得你精灵女王既然已经开了，就不要断心了。因为威力有点弱，因为我没有做 combo 上去了。垃圾，开一下，搞得整面台面全部都是猪了，是什么状况啊？看下这颗没有，这颗没有，这颗也没有，那把这颗撞掉好了。现在一回合只会产生一颗，所以就还 OK 了。撞掉，反正你就一直给它撞掉一颗就对了。有没有？这样一次就全部把台面哦，剩还有一组。
啊，基本上不要让他断心就好了。哦，用了女王技能开了，不要浪费。啊，再重组 CD 也是蛮浪费时间的。转强心的原因是因为攻击力比较大，可以省一点时间。反正三只转心了，你不用说怕会断心了，几率是很渺茫，说不定技术真的太差了。太夸张了吧！哦，其实最难的是这一关啊，因为这一关比较风险会比较大而已，再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次先处理掉。刚，哎呦喂，他妈给融了。差点把他撞下去。哦，两倍的高级回复力不用怕，血会补不回来的问题。哦，你只要担心你会不会被秒杀就好了。现在有让我再玩残暴的感觉哦，因为怎么讲，心珠不能断了。基本上这样对我通关不是问题啊，时间的问题而已。哦，所以看大家的习惯。哦，看是要赶快拿积分打比较简单的关卡，还是哦用稳定性的方式打，但是每次都要通关。
再来这一关，最好是不要遇到那个虫子的那一只。无所谓啦，靠！我最讨厌他给我虫子这一只。哦，不过要断心应该不太可能，所以不用太担心了。看起来攻击力似乎很 OP 有没有？但是在我们的高级回复力之下，简直是不堪一击，不是不堪一击啊，那个不堪入目。我慢慢跟他磨，没有必要开什么技能之类的。三钢博还补不太回来，哦，不过是打这一关三钢博补不太回来，下一关 OK 啊。我也不太担心断心啊，因为我三只慢慢转。累格嘞，玩残暴还是这样给我累格，来这边也是这样累格。哎呦喂啊！吓我一跳！吓死我的毛！真的，基本上四康博就可以补回来了啦。哦，但是我们套两回合了。哦，不用怕，断心不用怕。我们的双子星就可以开出来了。哦，打几技能都跳回来了，代表我们已经经过十五回合的奋战了。哦，这是80万。王的话也不用跟他客气了，直接打几就开下去了。哦，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猪，所以我完全不晓。如果你要水珠，靠！我觉得是故意的哎。水珠擦一下，哎呀，它在擦上面，什么鬼啊？好吧。慢磨大队出现了，慢慢磨吧。其实我不是磨他啦，真的用岩石这个三色盾，还用随机的，我是觉得有点在折腾人，感觉有点被玩弄的感觉。因为谁让那个闲工夫去看是什么颜色、啊？
康伯顿就算了，现在都弄这个实在是浪费我的时间，来不及哦，两康伯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，两康伯就可以了。好吧，我们把康伯坐上来好了，我真的没时间看上面的那个东西。完全的没有顺序，非常好。哎呦，我刚忘记看有没有新珠了，就顾着转而已。哎，我们居然忘记暴食史莱姆王的存在了。这样好像有点对他不太公平。好，断心，好，就这时候。看来又少了一个颜色了，哦，太好了，天降，哦，漂亮，哦，这下舒服了，就是等这一招了。啊，水的离太远，我笑不到。光的也是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是尽量消除就对了。哦，求稳不求快。哦，尽量就是靠妲己啊之类的，或者是史莱姆王之类的，这样转稳定度有，也不怕 K 不掉它。靠我的暗啊！哎呀，我有看到，这次我有看到，可是来不及，又出现了，没腿攻击。我想要木哦，看起来好像要木，是不是？那是木吗？靠！不要这样玩我嘛，没有木没有光的。光，哎，有哎，什么时候有的？我也没看到，无所谓，中了就好。来吧，由于本人在下，我对数字比较敏锐，对颜色，我看到颜色我都来不及转了。这时候台面上，好了，转一下了，
虽然说珠子够，可是没差，欸，因为我们有多只转心虫，没在 care 的。哇，这个要是出地狱，我可能投降，真的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哦，这个木的看起来比较多一点嘛，转木的。想断心哦，门都没有。史莱姆王出手啦！Go to hell， 还没死，威力不够。可惜啊，那么多强心，我靠，一次就把我心全部消完了，太妙了吧！这时候保险搭吧，心珠不要消太多。哦，等 CD 转回来，对。打击，美腿大绝，开喽！都有消到的样子，看起来非常好，最后致命一击。刚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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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致命哦，怎么珠子的排列那么奇怪啊？离得那么远，血的不会讲很怪的位置，我不想要这边算了。绿色，哎，没中，绿色中还是再见了。哎呦，泪哥呢齁，在最后关头想要我去死掉就对了，对，然后再来个断心，我是不会害怕的。我靠，是怎样啊？不给人家过关的意思呢？哦，也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
你再那个没关系。我转，那不要跟我讲说我要木的哦。靠，就是给你要木的，我转什么就给我弄什么。是累什么哥、啊？去死啊！掉卡片一张吧，先让我试用一下。错，烂。哎，好 ，OK。以上这个就是圣诞老公公的那个安全打法示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